寻多大点事儿呢？闹一阵就这点事儿啊？是点啥事儿啊？行了，你等着吧，大爷给你拿点好东西去啊！哎，我看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啥呀？这还啥玩意儿？厨房小麻布呗，吸水性好啊，还不掉毛。只要你那灶台上的油污，还有盘子里的油污啊，搁这小麻布轻轻一擦，脸上就干净利落的了。反正你人家还有清洗。你就啥玩意儿也不用放啊，你就直接用水这么一冲啊，嘚儿家那埋一头就掉了，你说气儿不气儿的啊？还有更气儿的呢，就这小麻烦哈，那吸水性还嘎嘎好呢，你就这一杯水哈，全叫它给吸走了。饼啊，你给姥姥拿的麻烦真好啊，吸水还不沾油，完一洗完沙楞楞成好了。那又说啥？你大学生给你推荐，你还能有错啊？你别笑，这玩意儿便宜都是就用呗。老二，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多大点事儿啊？以后能不能不老五了豪横的啊？